谢霆锋和张柏芝两个人本来过得非常甜蜜，还有两个可爱的孩子，可一时间张柏芝与陈冠希的艳照满天飞，相信各位都很清楚这件事情吧。不过当时的谢霆锋真是了不起，竟然选择支持张柏芝，而张柏芝也因为这件事直接开骂陈冠希。夫妻两个人当时表现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可是随后的一件事却让事情发生了反转。当时张柏芝和陈冠希同坐一架飞机，两个人不但有说有笑，竟然还又一起拍了照片。张柏芝的心感那么大呢，真的没有顾及谢霆锋的感受。果然两个人不久后便真的离婚了，这件事困惑了吃瓜群众很多年。张柏芝在参加《起来大龙峰》终于说出了原因，当时他和陈冠希已经见识神仙，互相当成了好朋友，还说离婚是因为谢霆锋的性格。不过要是换做其他人，想必也是同样的结局了。如今的张柏芝独自带着两个孩子，以及坚强的一面获得很多网友的谅解。